你觉得你们吵架冷战，孩子看不出来吗？你们像陌生人，甚至像仇人一样，一个在阳台抽寂寞，一个在沙发刷抖音，这就是为了孩子有个完整的家庭吗？不是名存实亡吗？三问，你孩子能接受吗？这个世界上只有不懂孩子的父母，哪有不懂父母的孩子呀？看看自己就知道了。